妈妈想听到我的身材。斤左右，113-114的样子，是这个样。怎么样？效果还不错吧？嗯哼。啊，我要考试了，明天，明天我要考试，所以呢。我得好好复习，然后不能在那瞎玩了。等我考完试呢，我还去我老公家里，然后，我们要好好在一起吧。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很幸福，然后有一个漂亮的小孩。等他以后的时候，还是希望我们可以幸福吧。然后我也会努力，争取考到。那个加州那边，然后我可以很努力，他可以进 Python， 然后我可以进 Google 啊之类的。我会尽我最大努力，然后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，不辜负我老公对我的期望。尽最大的努力把学位拿到，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去日本玩啊，然后我们还可以也去旅游啊，可以做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。好，把我的爸爸妈妈也可以接来，把他的爸爸妈妈也可以接来，然后我们一同享受生活的乐趣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我很期待，我希望我老公可以也跟我一样的期待，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幸福。